好啦，今集嚟分享一套装备啊，因为最近我都啱啱整好嗰把冥灯笼嗰把武器啊，冥灯笼大剑啊，即最尾 boss 嗰一把嘢啊，系啦，我哋睇睇数值先啊，即如果你未睇嘅话，你可以参考下。冥灯笼啊，系喺呢度啊，816攻击力。锐利度就有百斩，但系得啲啲。基本上咧，斩几多咗就用完啦。佢真系好少啊。跟住会心 15% 啊，龙属性210，龙锋力少，但系有两个槽，系啦，有两个嗰个陷槽啊。你计翻同级嗰啲武器嘅话，呢把我未整到啦，唔知啦，攻防嗰把。住黑钢呢把，基本上系得佢一把，系有白斩咯。容山龙，佢呢把高攻，但系六斩未啊！即系实际打出嚟嗰个伤害，可能反而仲低啲添啊。系咧，斩未个倍率又唔同啊嘛，蓝斩啊、绿斩嗰啲，我咪愤怒啊！呢把就攻击力同属性都高过佢，但系。都系得蓝斩未啊！啊，龙锋力都高，有中，但系又冇会心，跟住得一个槽啊！其实呢把应该都劲嘅，即系可以加下个像啊，加高佢，应该可以加到白斩嘅，加到白斩应该 OK 屈机呢把嘢。火龙王剑9/1245系啦，又系得蓝斩。灭尽龙嗰把升进咗嘅话就都系蓝斩啊！跟住佢仲要系满晒蓝斩啊！你加唔到像啦，已经，因为已经极限啊嘛，系咯，咪1000攻啊，850龙，跟住龙锋力大，但系冇回心率。咁呢把嘢就其实我都整咗啦，你可以见到啊，咁灭尽龙嗰把就打得比较平均啲咯，即系佢打咩怪都得咯，佢本身攻高啊嘛，就算打翻啲。即系龙属性弱点冇咁高嘅怪，佢都可以照打嘛。即系反而冥灯龙嗰把，你要打翻啲即系惊龙属性嗰啲咯，先至可以出到个伤害出嚟啊。系啊，即系如果你打啲龙属性冇咁高嘅，情愿你用翻呢把啦。系啊，攻击力够高，系啦。咁就再嚟系装备啦。呢度出去转一转翻先啊！我未转翻，系啊呢 set 啊，冥灯笼大剑啊，系啦，咁呢 set 啊，冥灯笼大剑，跟住攻击护石，呢副衫嘅，跟住战民头盔啊，灭尽龙嗰个头盔啊，跟住降龙嗰件 body 啊。啲爆鳞龙啊，跟住战民腰甲，灭尽龙嘅，跟住降龙脚系啦。咁佢呢个咧，可以加到呢个精神抖擞啊，系啦，即系满耐力嗰阵时候就加20%回心啊，跟住有攻击一呢啊，跟住龙属性强化，我自己塞嗰啲猪落去啊，佢本身冇嘅，本身得呢两个嘅啫，系啦，降龙啊。降龙就呢个啊，象呢副二，呢个系用 beta 多个槽，跟住又可以塞个龙属性强化出嚟俾佢。爆鳞龙啊，拔刀术呢副二啦，跟住又塞个龙属性强化嘅猪俾佢。灭尽龙两级攻击，龙属性强化，又系塞猪嘅破龙猪。脚会被佢嚟 up 嘅象。可以加高佢嗰个白斩味嘅嗰个锐利度嗰个计量表啊，咁啊可以劈多几刀啊？因为睇先，因为冇记错白斩咧，以前好似即系实际打出嚟嗰个倍率咧，系比蓝斩系高多0.1左右嘅，即系蓝斩系譬如当佢1.1倍啦，咁白斩打出嚟嗰个伤害就可能大约有1.2倍咁上下。系咯，唔知道今集几多啦？以前系咁上下啦，即系大约系差个0.1倍左右嘅以前。
可能今集都应该差唔多啊，咁呢个留翻俾啲知道嘅人去补充啦。我暂时未揾到资料，系啦，咁啊呢一 set 加埋就攻击 level 七，系啦，啱啱好 level 七。咁啊同埋把剑我都塞咗粒攻击珠俾佢，系啦。咁啊一开始剧情嗰阵时送嗰粒嚟嘅，啲攻击珠好罕有，我打到依家一粒都未攞到。都系得嗰个剧情送嗰个唯一一粒，系啦 ，level 七攻击啦，龙属性 level 五啊，1.1倍再加100龙属性啊，咪像 level 三啊，加多30锐利度啊，拔刀术 level 二啊，第一刀加 60% 啦，回避佢哋 up 啦，跟住精神斗数啊，跟住满耐力嗰阵时再加 20%， 咁啊，佢呢只 game 咧，嗰啲会心咧。貌似是直接加上去的，即是他不是看你这个中不中，如果这个不中呢，跟着再看这个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直接譬如十二十这样，这个二十，跟着拔刀术六十，那如果我第一下拔刀，跟着我耐力又是满的话呢，那里他就会直接加埋变 80%， 是啦，跟着攻击这里 level 七再加 5%，跟住我武器自己本身呢，把武器自己本身睇先，我睇返啊，有武器本身又有 15% 啦，即加埋20、80啱啱好 100%， 係啦，係啦 ,60, 係啦 ,60,60,80, 跟住 15,5, 係啦，降好 100%， 基本上第一刀如果你耐力满嘅话，一嘢劈落去基本上系 100% 爆击咁滞啊，系 100% 会心啦，跟住龙属性又加到 level 五啦，加到最尽啦，咁嗰度应该我谂应该有300几啩，因为我仲未搞得明其实佢系咪有极限喺度，即系佢依家已经橙字啦嘛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加尽了，已经有个极限，没得再加。正常应该不止这个数，他自己本身210，如果加埋的话应该是210，加埋应该是310再 1.1 倍，是吧，是 1.1 倍，310再 1.1 倍应该是再加到31，即系应该系341左右嘅，咁唔知呢度系咪尽咗定唔知点啦？呢个留翻俾知道嘅人去补充啦。呢个我真系唔知啊！我上论坛睇又好似冇人有讲到咁样，系咯？可能只 game 仲系即系发售咗一个礼拜左右啊，仲未有人整到咁多技能出嚟，大部分系咧。即可能我要找一下外国论坛先，找一下日本论坛，日本论坛多高手啊，是啦，咪把嘢就咁样啦，依家就加埋装备啊，加埋装备就989攻击力，百斩，跟住本身就 40% 会心啦，是啦，270龙，唔知係咪300几啦，佢寫270啊。咁呢把嘢用嚟打嗰啲火龙嗰啲就都几爽下嘅，咁嚟测试下啊，测试一下，食过呢个啦，咪搵条火龙嚟打下啦，火龙就最惊龙属性㗎嘛，係呢，睇下火龙，龙属性三粒星啊，搵佢嚟试刀就最啱㗎啦。系啦，系啦，冇错啦。火龙同埋加上个二运啊，最紧要系佢二运啊。啊，唔系呢度，系呢度啊。基本上一出嚟走去棵树嗰个顶嗰度，即系去佢嗰个斗嗰度，基本上一定见到佢咁滞啊。所以先至拣佢嚟做。其他嗰啲又会周围走，有时又唔知喺边啊。其他嗰啲难揾啊。咁啊，同埋依家我啲猪嗰度咧，都仲系比较少啊。
跟住佢炼金呢度又系基本上大部分都系啲内火啊嗰啲，即系耐性珠比较多。跟住就火属性、水属性、冰雷、龙，跟住防御。佢连攻击都冇，系咯。即系大部分嘅珠都系要靠自己打翻嚟，即系譬如好似嗰啲内毒、内麻呢啲已经要打啦，内爆、内裂、内防添啊。跟住就好多奇奇怪怪嘅飞燕逆境跑手啊、无食持续啊、节食啊。跟住仲有应该有好多下，其实佢啲珠好多唔同效果，但系要刷咯。我暂时仲未揾到一个系。即系我觉得系比较好用噶啦，或者系我啱我呢套装备用噶啦。暂时好多都未有啊，系得个破龙珠啱用咯。把武器龙属性啊，破龙珠可以加龙属性。其实可能有啲好劲嘅珠啊，不过未刷到咁解。刷到嘅话就应该可以再劲啲一套嘢，依家套装备系啦。食个种子先啊！闪光弹、体力 E 啊，依家都有千一攻啦，加埋料理，加埋种子啊，40% 会心，可能300几个龙属性啦吓，咁佢就写270啊，系啦，如果270真系极限嘅话，咁我啊转其他猪啊，啄铁靠山。挡咗，闪咗应该话，闪咗佢一嗌，哇！再啲，喂，风压，落嚟啊！中啊，爽啊！哎、发嬲啦！断尾，哎呀！哇！爆轮龙，居然喺呢啲地方呢度，哇！又走部轰炸机过嚟，啊！咁啊唔好打啦！哎，佢系爆烂咗啲水啊！抵死啊！抵死啊！傻仔，炸啦！炸都系咁 happy 啊！俾水冲走啊你！哎哟，嚟着翻件衫先。哎，我哋继续打啩。冇人阻住我哋啊！佢自己打烂啲水，自己冲落去。即系佢系想过嚟冲个凉嘅，纯粹啊！发一嬲啊！系发一嬲。件衫先。落嚟啦！发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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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咁啱吉高咗个头，再着。在的，中，哎呀，拧过嚟，拧过嚟，拧过嚟，喷火，哎呀，中啊，中啊，中，喂，有计有计有计啊！佢打爆咗个咩系咧？我可以引佢过嚟。喂 ，sorry 啊，嚟一次啊，操作上有少少失误。喂，引翻佢落去啦，迪路兽，呢个位唔得啊！迪路兽，系咁追住我只猫嚟咬。
系系系啦系啦系啦。唉，中咗毒添！哎呀，上到去啦！但系呢条龙都系玩远程会好啲嘅，揸啲近攻武器就真系会吃力嗰啲，尤其是当你冇闪光弹喺身上，最好多啲用下闪光弹，或者带多啲嗰啲光虫喺身上，咁啊可以做刺啤啊嘛，射完啦可以即刻再合，爽啊呢下，食多下真草力斩。可以打四百几血啊！你可以见到啊，乜走啊？仲未走啊？啊走啊走走走走。诶，挖埋佢啦。虽然我依家都唔等嗰啲素材洗噶啦，不过挖得冇晒，又想吉我。咪啱啦。我可以顺便翻去啊，补充翻啲闪光弹啊，系啦。咁啊，正常条友应该都系响呢度噶啦，系咧，喺呢个位。基本上火龙嚟嚟去去都系嗰几度。中，喂，又系嗰啲奇面族。哎。咦，正喎、啊，正嘢嚟呢个，火焰石，威力几高下啊！中啊！即系如果你新手嘅话咧，有时打龙咧，你会见到佢哋跌啲嘢落嚟啊，不妨执咗佢，系啊。即系好似头先嗰啲啊，即系有时打啲古龙又会跌啲灭龙石出嚟啊，跟打火龙呢啲啊，可能会跌啲咁样嘅火焰石，你可以执咗佢，跟住就会有个投射式嘅爆弹 ，OK 劲啊个威力 ，OK 劲啊，一嘢射埋你头先见到啦，打四廿几血，即系等于用一个大爆弹啊啦，系咧。啊！佢已经翻斗休息啦，已经啊，剁咗唔够几刀。哎，等条耐力储满翻先啊，跟住就100%回心。嗯，嚟多嘢。哎呀！你都系落嚟啦。空中的王者，你在空中太劲了，落嚟同我打啦，瞓低啊！哎呀，转翻过去，系啦，嗯，搞掂啦。哎呀，又有火焰石啦！佢又跌咗啲，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嘅。哦，翼轮直接挖到，哇！以前系翼轮地狱，依家好似貌似已经即系啲素材已出咗咯，但系要拆珠咯，今集。以前系拆素材、拆翼轮啊，依家系变到要拆珠、珠子地狱啊！依家系咁啊，其实佢呢一 set 装都唔止话配呢把剑啊，佢可以配埋另外嗰几把都得嘅，譬如好似火龙呢把火龙王剑啊，你可以见到佢
你可以见到佢斩尾嗰度咧，加上去之后都会变白斩尾嘅，系啦，佢本身得蓝斩嘅啫。跟住司徒龙呢个又系有白斩啊，配咗上去之后，即系加咗个像之后，跟住个威力都会高咗，因为佢本身蓝斩尾嘅啫嘛，系咯，先麒麟反而好似。麒麟反而又冇加到啊，系咧，都系蓝斩味啊，系咧，冇啊。容山龙，容山龙呢个就算啦，呢、這个佢系得个数值好睇嘅，得个斩味啊，六斩味，好似加咗之后都系六斩啊，冇啊，有蓝斩喎，啲咁多咯，够你斩几刀嘅应该。光龙都系蓝斩，系咧，呢把就仲未知啊。龙恶剑，睇边日整咗之后再睇下啦。咁啊，可以配埋呢两把都 OK 嘅，其实啊，火龙王魔物嘅愤怒啊，变埋白斩尾，呢把唔得啊，呢把本身满咗已经，冇得配啊，系啦。咁今集嘅分享我嚟到呢度先啦吓，下次再分享我其他装啦啊，系咪呢度睇一次啊？啊！自己睇一转啊，自己记低佢啦。啊，技能啊，系啊。下次再见啦，系咁啦。